大家好，这里是细品岁月。婚礼前夜，我的准新郎突然失踪了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我发疯似的找他，却一无所获。翻看朋友圈，他的一个异性好兄弟留下的线索，令我大跌眼镜。爸妈，这婚我不结了。婚礼当天，我带上双方长辈。 踏上了这条捉奸之路。有一种女生，喜欢全世界认哥们儿，和中意的男生勾肩搭背，自称是好兄弟，大张旗鼓的搞暧昧。我们把这种人称为“汉子婊”。他们说自己是女汉子，不会和任何男生玩感情，实际上说话做事绿茶得一塌糊涂。而我和男友在一起时， 不幸就遇上过这样一位，最终导致了感情的覆灭。刘洋，这就是你的新女朋友啊？长得一般啊，不如前一个漂亮。第一次跟着男朋友刘洋去见他所谓的狐朋狗友，我就知道这个叫徐曼的女生不简单。听说还是空姐呢，追起来应该也不怎么费劲吧？毕竟这个职业人脉广。 他一看我就阴阳怪气的上下打量，随后不忘补上一句：“我们都是光屁股长大的好兄弟。”说话直，你可别生气啊！呵呵，这种茶味直冲脑门的汉子表，男人或许不会区分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好吗？老公，你这个朋友好凶，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吗？我紧紧搂着刘洋的胳膊。 无辜的眨巴着眼睛，不就是比水表吗？谁还不会这一套啊？小迪，你别怕，徐曼就是个五大三粗的糙汉，他平时都站着尿尿的，和你这大家闺秀没法比的。刘洋一把搂过我，看我满脸委屈，不满地冲着徐曼嚷嚷：“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嗓门大、神经粗，一点不像个女的？” 从来没有男人喜欢我。看见徐曼，清清楚楚的朝我翻了个白眼，随后自自然然拿起刘洋喝过的可乐，喝了一大口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从来都这样，互相吃口水都不介意的。你慢慢就习惯了。我转手就把那瓶可乐扔进了垃圾桶，笑眯眯的看着他。吃口水可不卫生哦。 现在幽门螺旋杆菌可厉害了，会的，胃癌的。随即转身朝着刘洋甜甜的说：“老公，人家想喝奶茶，生理期到了，我要热的哦。”看着刘洋匆匆跑去买奶茶的背影，徐曼装作漫不经心的，把她刚脱下的外套披在身上，我报以尖尖微笑，心里知道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。 他就是我一个发小，比我小两岁，高中、大学都在一个学校。他妈妈拜托我照顾照顾来着，真没别的意思。我发誓，那天回家后，刘洋忙不迭的主动跟我解释。我知道，此时此刻要求他删除这个女人的联系方式是不明智的。正所谓大禹治水堵不如疏，强硬只会换来更大的反弹。 没事，老公，我也有不少异性朋友，大家都有交朋友的权利，我不会阻止你们正常交往的。正常两个字，我咬得特别重。我们交往的三年时间里，徐曼就像一个影子，报复性的时时刻刻挂在我们身边，不仅逛街看电影，连旅行和看演唱会都跟着。我知道，她跟我较上劲了。 没事没事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一起玩吗？我表面上表现的很淡定，实际暗戳戳开始了反击。比如一起看电影时让徐曼坐中间，旅行时假装担心她的安全，把刘洋赶到另一个房间，自己和徐曼住一屋。时间长了，我没发火，刘洋率先发飙了，徐曼。 你就没有自己的朋友和生活吗？非缠着我们干什么？我和小迪好不容易约个会，你当电灯泡不亮吗？我俩千辛万苦把时间调出来一起旅行，还不能住一起？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再又又又一次，刘洋订好大床房的好事，被徐曼破坏，刘洋终于大发雷霆，他直接把徐曼赶走。 让他控制自己出现的频率，别再来打扰了。哎呦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何必呢？我坐着何事老？实际上心里乐开了花。这个女人恐怕不会再出现了吧？你少得意，你的男人我早就玩过了。想不到吧？你就是个简陋的。徐曼恼羞成怒，恨恨地给我发信息。我知道。 这次他是气急了，哦，是吗？那怎么不接着玩了呢？是因为刘洋爱着我，不和你玩了吗？我毫不留情地拆穿他虚伪的嘴脸，这个世界总算清净了。今年六月，刘洋向我求婚了，求婚仪式盛大而浪漫。我偷偷看了一眼，他没有邀请徐曼。我开心地戴上了一克拉的粉钻戒指。 算是定下了自己的人生大事，兜兜转转那么多年，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嫁出去了。老婆，我爱你，满心满眼都是你，再不可能容下别人。此时此刻单膝跪在我面前，我相信刘洋是真心的，毕竟我俩门当户对，他父母对我更是一百万个满意。我爸挺喜欢你的，他说你敞亮。 主动婚房加名字、彩礼和三金，也没闹得不开心，所以他要送我一份结婚礼物。那天，我把父亲给我们买了一辆玛莎拉蒂的消息告诉了刘洋，他高兴的差点原地跳舞。提车那天，他握着我的手拍了一张带车标的照片，朋友圈配文：左手玛莎拉蒂，右手小娇妻，我是人生大赢家。 半小时后，我悄悄翻看评论，只见久未露面的徐曼留了一个撇嘴的表情，而正在兴头上的刘洋则回复：“你别担心，爸爸也会帮你找对象的。”我突然一阵作呕，这个女人怎么就是阴魂不散呢？利用职务之便，我查询了徐曼和刘洋这些年的航班信息，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。 在我们在一起之前，两人出行航班有大量重叠，无论是浪漫的希腊，还是海天一色的马尔代夫，他们总是结伴同行，每年一起旅行约一周时间。很快，这个准老公身边的汉子表被我摸清了底细。看来，他和刘洋的关系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这个女汉子，家庭条件不好。 所谓的和刘洋青梅竹马，同所高中大学，也多是以贫困生的身份出现。纵使刘洋对他有点感情，恐怕也绝不会选择他步入婚姻。我托他们的校友查了他俩关系，反馈很快来了。说白了，刘洋从未承认过他的存在，他不过是寂寞时的发泄对象和玩伴，掀不起风浪的。你就放心吧。 中间人说起徐曼，语气很是轻蔑。他说：“最看不起这种装模作样的舔狗，舔成不锈钢舌头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而我反倒可怜起这个潜伏在准老公面前十几年，最终一无所获的女人。殊不知，一件更加意外的事情正在等着我。我的新娘，结婚前三天不能见面。” 我该多想你啊！转眼到了婚礼前夕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们特意将玛莎拉蒂装扮成我最喜欢的钢铁侠系列，作为明天的主婚车。接下来就静静等待，水到渠成。在我回到娘家的第三天晚上，左眼皮一直跳，仿佛心神不宁。早点睡吧，明天天不亮。 化妆师就要上门了，母亲和我说了一会儿话，让我别胡思乱想，可我还是拿出手机刷了一遍朋友圈。我要用我的方式和你告别。嗯，半个小时前，徐曼发了个朋友圈，我立马拨通了刘洋的电话，那边居然挂断了，再打，再次挂断。我突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预感。 我像疯了一样不停拨打电话，从九点打到十一点，总算那边接了起来。你在哪儿？我努力控制着情绪。宝宝，我在家里呢，刚才睡着了。有什么急事吗？我二话没说挂断了电话，随即一个视频拨了过去。他不敢接。宝宝，我在厕所呢，等下上完厕所给你回，可以吗？ 对方回了电话，语气中满是慌乱。你老老实实说，究竟在哪儿？我把电话开了免提，把声音开到最大，仔细辨认那边的动静。果然，电话那头传来穿衣服的摩擦声。我我在 KTV，满哥他们说要给我办个单身 party，我拗不过，只好来了。 这就准备走了，老婆，你别生气啊！他说的又急又快，而我已经失去了耐心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你在哪，和谁在一起。我提高了声音，几乎怒吼着：“我我喂喂，老婆，哎呦，信号不好！对方居然妄图用装死这招来逃避，看来是打算死不承认。而等到天亮。” 我就要穿上婚纱，成为他的新娘了。这件事最终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桩悬案。只要他说没有，我就只能干瞪眼。然而，他低估了我的观察能力。就在电话挂断的瞬间，我听到一个女生小声的嘟囔：“真行啊！”不用说，这件事确凿无疑了。当我泪流满面的敲开爸妈卧室的门，他们差点吓晕过去。 怎么了，孩子？爸爸，这婚我不想结了。我一下子哭了出来，卸下刚刚的重重压力，一下子脆弱不堪。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说了出来。不出所料，父母大发雷霆。这简直是畜生行为啊！自己婚礼前一天还搞告别青春这一套，是当我们娘家没人了吗？ 爸爸当场就要打电话给亲家质问，被我拦下了。要兴师问罪，就必须师出有名。我脑袋飞速运转，此刻最迫切要知道的是他们究竟在哪里。突然，我灵光一闪，那辆玛莎拉蒂，我一个电话拨打给客服，果然车辆的跟踪器立刻让我知道了具体位置。这个渣男！ 婚礼前夜和发小乱搞，居然开的还是岳父送的车，这下不用多说了，我立马叫来准公婆，叫上一众好姐妹和爸妈，浩浩荡荡往玛莎拉蒂定位的酒店赶去。当赤身裸体的刘洋和忙着找被子遮挡自己的徐曼出现在同一房间，我的悲痛比想象更甚。你这王八蛋！ 准公公一拳打在他的脸上，他捂着头不敢吭声。你是谁家的小贱人，勾引我儿子？我儿子可是有老婆的啊！你给我滚出来！我知道，准婆婆还是希望我能给他儿子一个机会，于是变着法想把徐曼弄走，让我们有个沟通的空间。可这一切早被我预料到了，看来。 这辈子我们没有做一家人的机会，婚礼我会向亲友们解释，全面取消。至于你，我看着蹲在地上掩面而泣的刘洋，今后好自为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细品岁月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三代私生子登堂入室，我不哭不闹，起诉离婚，看他们全家吃牢饭。我一直以为我的婚姻还算不错。 虽说公婆从不待见我和女儿，但至少许明对我和女儿还是挺不错的。然而就在今年春节，我在婆婆家看到了一对母子，他们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今年春节，许明早早回了他妈家。许明是学校老师，一年有两个假期，比较自由。不仅是春节，还有平时的节假日。 许明也必须回妈妈家。今年为了能早些回娘家，我提前了半天带女儿去了公婆那里。一进公婆家的客厅，我就直接愣住了。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跪在地上，向公婆磕头。我清楚地听到他在叫“爷爷奶奶，新年快乐”，把大红包给我拿来。我不认识这个小男孩。坐在许明旁边的是一个年轻女子。 他们靠得很近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暧昧。我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惊呆了。我皱了皱眉头。公婆的脸上虽然不自然，但还是热情的跟我打招呼。吃饭的时候，公婆第一次给女儿塞了一个厚厚的红包。而坐在许明旁边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，我想问清楚，但是大家都假装没听见我拐弯抹角的问题。就这一次。 我的心里生了一根刺，对这个年轻的女人和小男孩有更多的怀疑。新年过后，公司收到了大量订单，我父母和我忙于工作，我决定请婆婆过来帮我带几天女儿。不过，我偷偷装了个摄像头。我不觉得我婆婆有多坏，但是我不能相信她。婆婆住下的第二天，两位客人来到了我家。 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，那是春节时那个溜走的女人和给他们磕头的男孩。婆婆一看到小男孩，立刻抱住他亲了亲，甚至比孙女还亲。那个男孩子横行霸道的抢我女儿的玩具，我女儿不给，他就直接扇了他一巴掌，吼道：“这是我爸买的，不是给你玩的。”他父亲，我家里怎么会有他爸爸？ 那种可怕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，我立刻冲回家，但是那个女人和男孩已经走了，只有女儿坐在推车里，手里拿着玩具，用充满委屈的眼神看着我。而我婆婆在厨房里摘菜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她还在微笑。今天回来这么早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我的第一反应是严厉地质问她。 那个女人和那个小男孩是怎么回事？但关键时刻，理智瞬间回归，就像做生意一样，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我抱起女儿，靠在她身上，深呼吸，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妈说今晚要我和女儿去她那吃饭。直到我上车，女儿突然紧紧地抱住我，哇的一声哭了。我把女儿抱在怀里，心里满是悲伤。 我拍拍他的背，心里暗暗发誓：“宝贝，你受了委屈，妈妈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”很快，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刘玲玲约好了，我让她帮我核实这两个人的身份。刘玲玲毕业后开了婚介所，在城市里人脉很广。听了我的事情之后，她立刻严肃起来，伸出手：“照片？我没有照片，只有视频。”三天。 我给你结果。三天后，刘玲玲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牛皮纸袋。我试着打开它，但他马上按住了它。他眼睛盯着我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我深呼吸，打开纸袋。虽然我心里有些预感，但是事实摆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是惊呆了。男孩的名字叫许晋新，那个有点洋气的女人是他的妈妈。 这孩子出生证的父亲栏名字是许明，而且还有着一张他们三口之家的照片。照片中的许明笑得很灿烂，和家里老是用平板玩游戏的男人完全不一样。但他是我老公，许明这个男人肆无忌惮的在外面找女人，生了孩子。要不是春节，我撞见了那精彩的一幕，婆婆大张旗鼓地把小三和小男孩带回家。 我怕我还会被一些人蒙在鼓里，忍着眼泪，眨眨眼睛。我好久都没说话，手握紧拳头，指甲刺入肉里，差点掐出血来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刘玲玲为我制定了几十个复仇计划，她还说，如果不解恨，就找几个哥们教训教训这个渣男。的确，我希望他现在能死，可我也明白。 离婚对我没多大好处，而且他家这些年的所有开销大部分都是我承担的。如果离婚了，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用肉包打狗，没有回报。我不在乎钱，但吃哑巴亏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让他们偿还我的女儿所遭受的不公正。我看着刘玲玲，我要你这样做。我告诉她我的复仇计划。 我想拿回我所有的资产，让这个家里恶心的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。我的第一步是瓦解家庭，先从许明的弟弟许留元开始。我让刘玲玲帮小叔子许留元介绍对象。刘玲玲在介绍人的时候真的很得心应手，第二天就带来了一个时尚漂亮的女孩，她的名字是小宁。而小叔子许留元已经是盛装打扮了。 小宁举止得体，谈吐得体，性格温和。小叔子一眼就爱上了小宁。回到家，他兴奋地搓着手，婆婆也跟着高兴。我关掉手机，看向刘玲玲这个女孩，我有点担心，希望不要伤害她，伤害她。刘玲玲眉眼忍不住笑了。我们一起光着身子长大，我能不知道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吗？ 我选的人你不放心，谁跟你一起光着身子长大的？滚出去！我笑着送走了刘玲玲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我不禁笑了，非常期待。由于小宁的家境很好，小叔子不能在她面前丢面子，于是开始找婆婆要钱，而婆婆就开始拐弯抹角地向我要钱。她认为和以前一样，随便问问。 我就高兴地把钱拿出来，而这一次我全当没看见、没听见，出去打电话了。我在外面走了一会儿，然后打开了摄像头，家里已经出现了很精彩的场景。婆婆指着许明大骂：“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懦夫！要不是你弟机灵，那女人早就发现了，你还能过这么好的生活吗？你在你弟身上花些钱怎么了？” 这个女人有的是钱，你怎么能不拿出来呢？我觉得你是不想，你觉得我们在拖累你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许明面对婆婆的恶意指责，她也有点焦虑。要不是你孙子，我会左右为难吗？你到底给不给？婆婆跳起来打许明，全家人鸡毛遍地，令人作呕。小宁是刘玲玲的最佳助手，当然。 他所有的真金白银和服装品牌都是婚介所的道具。我看到小宁和许留言说话时，他的脸上充满了羞涩，但是电话一放，脸上就充满了不屑。而对于许留言而言，他认为他们的关系进展迅速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当然，许留言付出的成本也很大。在小宁有意无意的建议下。 他开了好几个网贷平台，在紧急联系人的地方，他输入了许明的手机号码。毕竟只有亲戚才有更大的机会通过审核。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刘玲玲向我走来，脸上带着微笑。许留元向小宁求婚了，这已经够快了。接下来婆婆应该出面了，毕竟房子对于结婚这种大事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 这些年来，我帮婆家承担了很多费用。我婆婆曾经提过，她想在城里买房。她当时说的很好，说不要太大，到时候她白天来帮我们照顾孩子，晚上回去住，这不会影响我们夫妇的生活。我当时也把这件事提上了日程，但是我妈妈不同意，几百万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所以这件事就搁浅了。因为这个原因。 我婆婆经常偷偷责怪我吗？现在既然许留远已经求婚，婆婆肯定会提买房的事。果然，她没敢直接告诉我，而是让许明先通知我。没钱，我冷冷地说了两个字。许明转一转眼珠，盯着我。现在公司的订单那么多，就几百万拿不出来，就几百万。我揶揄道：“许老师，你说的话这么容易？” 你为什么不出呢？那是你弟弟，不然还有谁能在关键时刻帮你挡刀？许明脸色突然变了，拿起手机又开始玩游戏。许明让我感到惊讶，他怎么知道公司的订单在增加？他还知道什么？加班回家，婆婆坐在沙发上吃苹果，两岁的女儿站在旁边看着。我回来后，婆婆马上把吃剩的苹果塞到女儿手里。 你回来的正好，我已经和中介说好了，赶紧把房子卖了。你弟弟要结婚了，他需要钱买房子。我扔掉了女儿手里的苹果，看看房子，看了看玩游戏的许明，冷笑：“好，我婆婆大概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干脆，满脸抑制不住的高兴。”但是我脸上接着又说：“妈，这房子是我和许明的名字。” 我同意卖了，就怕你儿子不同意。他怎么敢？婆婆瞪了许明。如果他有孩子，就……突然停下来，惊慌地看着我。我茫然地抬起头说：“妈妈，怎么了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婆婆说了几句，赶紧跑了。我决定把房子低价卖给刘玲玲。当然，她没有站出来，但是她的哥哥和嫂子站出来了。 但当我打电话到房管所让许明签字时，他冷冷地说：“我不同意。”许明阴狠的眼神盯着我，即使我尽力控制自己，但是也会感到有点紧张。他知道我的计划了。当我选择嫁给许明的时候，刘玲玲就劝我说：“这个人可怕又忧郁，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该不是奉子成婚的婚姻吧？”在我看来。 刘玲玲说：“的男人眼中的忧郁是一个男人稳重的标志。”但是现在我真的很后悔。我发现，即使我在商界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在许明面前还是太不成熟了。幸好刘玲玲的大哥打来电话，我故意把扬声器打开。大哥在那边愤怒地喊道：“于丽,丽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你想卖房子，我们付了定金。” 现在房屋委员会一上午都在等你，你想放我们鸽子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反悔，我们就起诉你。这也是我提前告诉刘玲玲的。如果我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，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。告诉他大哥给我打电话。我看着许明的眼睛，他那可恶的脸出现在我眼前，仇恨掩盖了我的恐慌。许明，你想要干什么？ 你想要什么？我提高了声音。我父母付了这个房子的钱，为了给你弟买房子，我赔钱卖了。我想要什么？是你们自己不同意对方的说法。你不同意。你的妈妈来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之后我拨通了婆婆的电话。你大儿子不同意卖房。随后我把门砰的关上。婆婆和许留元来到我家门口。我坐在办公室里喝茶。 看着视频里的闹剧，还挺真实的。我告诉你，许明，如果我不能结婚，你就不能好好生活。许留元和许明对峙着，婆婆急得拍着大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骂许明没良心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弟弟不能结婚，我就把你的事都给你说出去。我去你们学校告诉你们校长，你家有一个老婆。 外面还有一个小老婆，她脸色铁青，抓到许留园就把他扔出去，瞪着妈妈：“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你要这样伤害我！”我婆婆有点胆小，不敢说话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再谈卖房子的事，许明盯着她的眼睛，好像要吃了她的妈。我跟你断绝母子关系，你不能再从我这里拿一分钱了。相信和静心，闭嘴。 许明咆哮道：“你现在最好安静的生活，别烦我，否则对我不好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开心。”只见许明坐在沙发上，盯着镜头，我的心震惊了。许明的聪明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我有一种危险即将来临的感觉，然后就平静了下来。许明并没有什么动作。假期我甚至不回妈妈家，而是和我女儿待在一起。 他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这是属于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我猜不出他在想什么，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他从来不想和我一起变老。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而我现在一点底都没有。公司又接了一笔大生意，但是甲方要求很严格，让我拿出一个只赚钱不亏损的方案。 许明时不时抱着孩子走过来，蹲在我身边，轻声对孩子说：“亲爱的宝贝，看你的妈多忙，亲亲，我们回房间吧。”我对女儿只有无限的爱，况且工作太忙，真的需要有人帮我分担，即使是渣男，我也要好好利用他。我真的很忙，暂时没时间报复许明。就在我交计划的时候，甲方改变主意了。 吹毛求疵。最后，我花了很多钱在这里买新闻。竞争对手之前向我提交了类似的方案，报价却比我们少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公司里有内奸，父亲非常生气，想找出内奸。要知道，失去这个订单，我们至少会损失一百万利润。公司所有人都慌了，特别是我的助手小新。 急忙找我，丽姐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想相信你，可我要怎么相信你？这个计划只有你和我可以看到。丽姐，小新急的哭了。丽姐，你怎么才能相信我？你，我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，我真的不能再相信了。丽姐，我真的没有。小新还在哭，我完全不懂你的计划。的确，这个方案的技术术语太多了。 连我一个理科生都特别难做，突然心里咯噔一下。理科生，许明也是理科生，大学里的高材生，现在也在教科学。想到这几天他的反常，我心里有了答案。不知道许明从这个订单里赚了多少钱，现在终于知道他是怎么养小老婆和私生子了。很好，非常好，我一定让你吃了再吐出来。半个月后。 许明带着淤青和一瘸一拐的腿回来了。我假装关心他，问他怎么了。没事，摔倒了。他走进浴室。其实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做了个假计划，我以为许明会找老王和老李，没想到他会找黎胖子。黎胖子是臭名昭著的流氓行当的，竞争是无耻的，也是无情的。 这个计划不仅让黎胖子一分没赚到，还把之前的投资都打了水漂。黎胖子对许明自然讨厌起来了，而且我在这里成功拿下了一百多万的订单，这让黎胖子更生气了。黎胖子直接在校门口堵许明，还对他拳打脚踢。黎胖子还逼着许明写下借条，让他承担五十万的赔偿金。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？ 因为黎胖子拿着欠条来找我，你男人欠的钱，也就是你欠的钱。黎胖子满脸傲慢，你一天不给这钱，你男人一天都没有好日子过。随便了，我打电话给保安，谁欠你钱，你找谁，你怎么对付他是你的问题。黎胖子脸黑了。至于许明有没有钱交，黎胖子会怎么处理他，我就不考虑了。 黎胖子这个人不会吃亏，他肯定会让许明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我现在只想快点解决和许明的关系。小宁奉刘玲玲之命，一个月内不买房，就跟许留元分手。当然，小宁也给许留元留了准备的时间，哪怕只是首付，只要有房子，我嫁给你就放心了。这么合理的说法，让许留元无话可说，而且。 两个人相识之后，许留元花的钱就像流水一样。据我粗略估计，许留元欠网贷至少十万元。如果他不结婚，他将一无所获。他和婆婆又找了许明，提出要卖掉我们的房子给他买房子结婚，无理取闹。许明最近被黎胖子逼到精神崩溃，无心理会许留元，直接把他踢出去。你不要后悔。 许留元大吼一声，冲出家门。婆婆坐在地上，还在哭嚎。许明竟然直接拉起他的妈，死命的推门出去。电话在响，现在是许明给我打电话了。第一句话是：“老婆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弟结婚的时候急需用钱，我们先把房子卖了，然后我付首付，买个大点的，更大。你有钱吗？” 有钱就不会被黎胖子逼得走投无路，他现在一定已经筋疲力尽了。但是卖房子是我的计划，我当然不会反对，因为我赚钱的时候钱都打在我妈账户上，所以许明查不出来。许明名,名下的两套房子，哪一套会转让？两套，即使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，我还是惊呆了很久。我们明明只有一套房子。 怎么能再多一套呢？而且还是许明的名字，有错吗？是两套。店员很耐心，一套是万悦社区于丽丽的，另一套许明独立拥有。滨河花城，滨河花城虽然在郊区，但是房价甚至比我们住的地方还高。我突然醒悟了，他靠卖我们公司的机密赚钱。这所房子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。 但现在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，我还需要他的签名，否则即使离婚了，我的财产也还是会分他一半。重要的是转账签名。许明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已经失去了理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还不知道，我只想快点卖掉房子，拿走我的财产。钱被转到了我妈妈的账户上，当然。 买房的钱是我让刘玲玲暂时过渡的钱。我和渣男许明离婚后，会全额退还购房款。现在房子交易只是为了保住我的一份财产，毕竟是父母的血汗钱，千万不能让这些疯子拿走半分钱。我必须捍卫我的尊严和财产。只要住房问题解决了，就不会有其他的烦恼。交易完成后，离开大厅前。 许明拉着我，亲爱的，我们现在去看房好吗？公司还有点事，你先走吧。你不是说是来交首付的吗？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，我出去上了公共汽车，扬长而去。许明的电话一直在打给我，我只会把他拉黑，我再也不会给他一分钱了。另外，我还要收集证据，把许明告上法庭。 但前提是我要先跟他离婚，不然我女儿后半生都会被耽误。我打电话给公司律师，请他来谈谈，毕竟他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。在律师到达之前，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，许留元红着眼睛冲我喊：“嫂子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答应卖房子给我买房子，你现在不接电话，也不把钱拿出来，你什么意思？”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许留元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不要胡来！许留元尖叫道：“我警告你，别再捉弄我了！”他举起椅子，砸在了我的桌子上，我的电脑闪出火花，砰的一声爆炸了。我当时真的很害怕。我虽然不怕死，但是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的父母和我的女儿会怎么样？真的。 我还没和许明离婚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他会是最大的赢家。保安冲了进来，四个保安用力将许留元按在地上。保安看着我，脸上流着汗：“于总，很抱歉吓到你了，你还好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我暗自庆幸自己听了妈妈的话，没有回家，而是躲在公司里。如果在家，相信我会很惨。 于总，怎么对付他？送到警察局，只见保安队长偷偷把许留元的脸按在地上。我心里笑着，但还是说不，让他走吧。毕竟他是我老公的弟弟。保安放开许留元，却没有离开半步，还盯着他看。许留元不傻，马上恳求我：“嫂子，我终于有女朋友了，请你帮帮我吧。” 我保证，我以后赚钱了会还给你。以后如果不离婚，我怕我以后还会成为摇钱树。许留园，如果这房子是你哥出钱买的，你可以拿走，我没有异议。但这房子是我家出钱买的，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给你钱？因为你是许明的弟弟，嫂子。他还在恳求，好吧，你是许明的弟弟，也叫我一声嫂子。 冷笑起来，我可以帮你。等你哥哥真的没有能力的时候，我愿意付这笔钱。现在，你哥哥在花城河边买了一套房子，花了几百万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宁愿卖掉我们共同的房子，也不愿碰半块他自己房子的砖。他有没有想过，还有你这个弟弟？许留园的脸涨得通红。你说，你哥哥不愿意付这笔钱？ 我作为一个局外人，你强迫我拿这笔钱，合适吗？许留远已经走了，我看得出他充满了愤怒，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和方律师谈财产分割的问题。在方律师的指导下，我起草了离婚协议，保留了所有证据。我有预感，这个时候他家里有一出好戏。这一天的事情太多了，时间过得很快。 转眼就该下班了。今天许留元事件后，我不能回家了，我要回我妈妈家住几天。就在公司楼下，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发疯似的冲了进来，她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，他出事了，静心他出事了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出是年轻的小三，我立即示意保安过来把她赶走。 这个肮脏的女人，别弄脏我！但她紧紧抱住我，拼命磕头，声音嘶哑。我也恨她，但毕竟我没有许明那么残忍。你走吧，我救不了你。只有你孩子的父亲才能救他。没用，没用。只有你，许留远，只听你的。最后，在他的要求下，两个保安陪着我，开车送他去了滨河花城。 保安在门口，我跟着那个女人进了房子。这房子比我家大很多，装修极其豪华。闷哼一声，客厅里，许明正跪在地上，而许留元坐在沙发上，抱着许静心。一开始我不明白，女人也跪在地上。二哥，我求求你，孩子是无辜的，请你放过他。你大嫂我已经请来了。这时我才看到。 许留元正拿着水果刀在小男孩许进心的腰间，这孩子哭得都失声了。许明不停拍弟弟马屁，求着他放孩子走。这房子是给你的，真的是给你的，放开静心，他是你侄子。既然你替我想好了，你为什么不搬走？许留元问许明：“我们马上搬出去，这房子真的是给你的。”晚了。 许留元说：“我不要房子，我要五十万，马上给我。”许明看着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还想让我买单吗？”我有点怀疑许明的脑神经不正常。但是呢，等等，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劲？他们是故意为我表演的吗？毕竟他们是兄弟。况且许留元离开我公司已经四五个小时了，这出戏不可能是刚开始。 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不想再待下去了。我转身要走，但我感到身后一阵冷风，一声条件反射的叫声传了出来。王队长，我进来时故意没锁门。王队长一脚把门踢开，另一个保安踹了许明一脚，保护了我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无话可说了。法庭上见吧。可恶，都是因为你。 许明擦了擦嘴角的血，骂了许留元：“你太失败了，快放我儿子走！”许留元盯着许明，突然举起刀。在尖叫声中，许明捂着腹部倒在血泊中，而许静兴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倒在沙发下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很快，许留元因故意伤害被逮捕。他用那把刀捅了许明，胃酸腐蚀了内脏。 会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手术等着他。上帝是公平的，他的罪虽不至于去死，但活着远比死更痛苦。但是在婚姻不稳定的家庭里，年幼的孩子又怎么能逃脱父母的伤害呢？现实生活的摧残让我的心隐隐作痛。这场悲剧的幸存者是谁？我婚姻的失败，他们父子的悲惨命运，还有婆家。 不都是生活给的痛苦吗？既然已经相遇，就要勇敢面对。你犯下的错误也应该由你自己承担，即使是痛苦和绝望的。但毕竟，无论是谁犯了罪，都应该赎罪。滨河花城的房子卖了，即使房子没有我的名字，但是这钱是夫妻关系期间获得的，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出于人道主义。 我也没有要这笔钱，全部用于父子二人的医药费，这是我最大的善意。其他的事情需要自己解决。我不是剩女，我不能照顾这个世界，所以以后他们所有的苦日子，我自然不会再付出一分钱。我已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，作为无过错方，法院依法判决离婚，我也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。 黎胖子每天跑到许明妈妈家要债，还在村里发传单，说许明是道德败坏的大骗子。两个儿子，一个被捕，一个重伤，即将被抓；唯一的孙子也成了残疾人。母亲受不住这样的打击，彻底崩溃了，每天跑出去抱别人的孩子，被村民打了无数次后，她丈夫终于把她锁在家里，就像在监狱一样。 许明的小老婆失去了儿子，也默默地消失了。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哪里会有什么好下场？无非是寻找下一个许明，被生活再次教会如何做人，不要做狗、生育工具或男人的玩物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这些渣男、恶心的人，报应迟早会来，只是时间而已。我卖了房子。 这次我真的卖了。打扫房子的时候，翻出一份保险单，许明意外险，保额高达一百万，受益人是我，于丽丽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果断的点燃了打火机，燃烧的火焰在我眼前舞动，仿佛在警告着我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真的会害了别人，也会害了自己。